冯熙，你是冯熙？是啊，我就是诸位忙活已久要抓的人，真是对不住诸位了。拿下！冯熙是杀我儿子的真凶，到真凶家里搜查，天经地义。 你们再不开门，今天就死定了。你先走，我拖住他们。我不走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你一路救我，我该如何报答你？朝路救相爷，是路见不平，也是偿还之因，无需相爷报答。那我就何出寻你呢？相爷不必来寻我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上次你不顾性命的舍身相救，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喜欢我的。 不喜欢你了，所以你送给我的手链，我再也不想看见。你带我去看萤火虫的时候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每一次靠近我，我都想推开你，我抗拒你，你明不明白？风云，你竟敢用假人证栽赃冯熙，还拉我下水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罪犯欺君？ 怎么是你？他庞玉害我明儿，这笔账我还没给他算呢。侯爷在京中，犹如虎困牢笼，当务之急是如何脱笼而出。要我离开京都，恐怕需要一个由头。福远山，走。英丽的刺客。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御风阁呢？你去看一看。陆远同之子重伤瘫痪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但若想让陆远同顺心，陛下安心，那就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。